这是谁打的？是我自己闹的。稻田，要记住，和中国人要在精神上较量。中国人还有精神吗？有啊，今天晚上有华北大捷的庆祝会，你和我一起去看看戏台上的中国精神吧。啊，赖祖父，我不喜欢中国人的杂技。我研究过，中国的杂技是在五谷丰登的太平盛世下生长和发展起来的。如今它不会再有一点点的进步了，因为它成了侏儒。稻田，你就不愿意欣赏一下中国文化的古化石吗？啊？哦，快令夫人叫门。是我啊。哦，姑娘进来了，门外等候大夫与你开门。红娘子在哪里啊？红娘子，那个女的就是崔莺莺。正经吧。真的。嗯，当那对男女正在调情时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正在这时，卢沟桥的炮声响了，懂吗？懂了，中国人的精力没有花费在强国固本上。嗯，对中国的艺术，一是欣赏，二呢，警戒我们自己。其实呢，还是欣赏。给道喜了啊，这撂地的玩意儿上了戏台了，就算一步登天了。我还不想演呢。我借你点胆子，不识抬举。你再不演一个我瞧瞧。少国哥，一会儿你也烫烫脚吧。小雪，小雪，哎，打水。快点啊！来了。哎，哎，哎，给我洗脚。这以后啊，天天给我洗，知道吗？我还告诉你啊，那个娇娇是孙少国的媳妇儿，你是什么？什么都不是。
都改了洋基业了。哎，是啊，怎么又有空杯啊？これは何ですか？没戴帽子，要么是忘了，要么就是战败的将军。何？我说你在跟谁玩鬼画活啊？把反奴当皇军？你是抗日情绪？拿家伙，抓！嗨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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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侮辱皇军！哼！爹！哎，慢着，慢着！跪下，给皇军赔礼道歉。哼，我皇世恩跪天跪地跪祖宗，从来不给人下跪。你个老膀子吧你！哎呀哎呀，还给这个哎呀哎！你，喂，孩子，哎，住手！干什么？你那辞了这个？哎，哎，好嘞，干什么？凡三，我们皇家班可是有乾隆帝的铁券丹书。これは芸術じゃないから見ないよ。行け行け。混蛋！这老板不见色，当心点，这是。当心啊！爹，我到了。爹，慢点。来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来，哎呀！爹，快来这酒。爹，爹，哎，爹，哎，爹，来，我没事。咱家的匾呢？爹，我拿回来了，放在院里了。我得去看看。爹，你别动啊！爹，别去，爹，这不是什么大事。我去看看。爹，来，我要去啊。爹，那您慢点。姓棒，
人。皇帝出事了。怎么了？听说得罪日本人了。走，看看去。快。哎，你看，在那儿啊，看吧。爹，爹。皇家就是永霸天下呀，谁不敬仰我皇家班儿？我皇家班笑傲江湖，名扬四海呀。可如今，这孙兴邦，你们看什么？给我滚！兴邦，这走。回吧，都回吧。人家的事儿没什么好看的，都走吧，啊，走吧，少国。别走，你也别走。我没了祖宗了。哎呀，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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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黄班主，我不愧是我佩服你。佩服你，皇家之帅。民心之情，可见杂技人并非无秀无色，超然界外。皇家此举当震撼江湖杂技同门，情感深切，唯恐孙家盲标将举步维艰。祖师爷，皇家班衰败了，败在一个人气不和上。日本人不是个好东西，可他们准保爱看咱们的玩意儿绝活。种庄稼靠天吃饭，耍把式就得靠人缘。兴邦，你想给日本人演出了？我打听来了，毁皇家的是樊三儿，跟日本人没牵连。刚出事儿啊，日本大官抬屁股走人了。黄舍恩也是自己招签，演什么杨继业呀？你看，叫人抓住了不是？兴邦，咱们还是撂地摊吧。不撂地怎么着？还真格子上戏院演出去？能去吗？
少国哥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这人不识字啊，就是瞎子，瞎子练杂技可就悬了。好，咱们言归正传，开课啊。中国的字啊，记住就行了。以后啊，我就是填鸭式的教学啊，看你们谁学得多，学得快。今天啊，我就教五个字。中国人杂技。杂技的历史啊，源远流长。少国，你知道中国杂技的由来吗？听奶奶说，杂技从秦始皇那年月就有了。准确的说，应该是从皇帝展蚩尤开始。哎，马委员，马委员，我求您了，您能在皇帝面前给我说几句好话行吗？那是什么场合啊？瞎闹什么？皇军下得了台吗？要是皇军下了你的枪，你这命，还不叫皇家给拿去了？哎，马委员，我这不是也为了讨好皇军吗？樊三啊，樊三儿。我可跟你说啊，你这样讨好，你吃饭都赶不上热。快点回去吧！啊，我早跟你说过了。马委员，多谢了。还有个好消息，孙家班回来了。哼，孙家班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你跟老太太说去，她爱看孙家班的玩意儿。少国哥，你怎么不练了？不想练了。你又不是给日本人练，日本人还能老待在中国啊？那我爹要是让我给日本人演咋办呢？演就演呗，咱们是靠本事吃饭，打把是卖艺的，卖艺又不是卖国。这话谁说的？是我。少国，唐先生，唐先生啊，少国，皇家是有骨气，可皇家的做法我不赞成。假如江湖上的杂技班子都像皇家的话，那中国的杂技岂不是要绝后了吗？是啊，班规第十四条是卖艺上场不寻仇。不就是说，在场下是仇人，上了场子，仇人要看就不要理会他。哎呀，那是说不专门给仇人演。嗨，谁也没有让你专门给仇人表演啊。好，那可说好了，我绝不专门给日本人演。哎，你怎么说来就来呀？少国，嗯，你去叫小雪一声。我不去。我去啊。小雪，丑活，翻东西可是坏毛病。
这是日本人的书。你想烫死我呀？啊，我可是少国的老丈人，你以为少国护着你我就不敢拿你怎么样了？嘿，我在孙班主那儿说一句话你就得走人。对不起，下次我一定小心。哼，瞧你鬼迷心窍的样儿。嗯，我可告诉你，离少国远点。小雪，男人啊，你看我叫这孩子倒水了，他不愿意倒，我自己倒不就行了吗？啊，切，犯得上撅嘴吗？你瞧这个小嘴撅的，都快拴一头小毛驴了。小雪，该上课了。大叔，明天我再给你倒水吧。好，各位父老，衣食父母，久违了。哎，不客气，我孙兴邦不敢忘了各位，在家练出了新玩意儿，奉献给大家。行，演得好，您赏赐声嗓子；演得不好，您闪开一条路。哎，谢谢谢谢，被骂被骂呀，被骂。演不好，那就是啊，不死则伤。那您问了，什么玩意儿？飙刀飞活人。我看过呀，您保准没看过。哎，瞎子飞刀，您叠过吧？啊，哎，行嘞。这回啊，我献给您的就是盲镖。啊，盲镖啊！行，来吧。你们俩也不是头一回亮相，别犯嘀咕，下边怎么练的就怎么演。插活吧。哎。少国哥，还用对词吗？我都记住了。刀飞活人，好，起来吧。好，嘿，这小伙真大胆。好，齐长，哎，行，来，挺帅的啊，来看看刀怎么样啊？请量步吧。哎。好好量啊！哎，来吧，来吧啊！哎，4、5、6、7，好，量好了没有？哎，好嘞！十步啊，十步啊！来吧，来来来来来，看一下，看着，来了啊！你们练刀吧。这是干嘛？不偷盐的啊！哎，不偷料啊！好的，不偷料。请您忙上吧。哎，忙上，没问题。提着点，少伯，溜着点，好跑啊！哎呀，大鱼货啊！这是干嘛啊？越着点，哎，别提词儿，别提词儿，提词儿算嘛？怎么回事？小雪，那叫嘛玩意儿里的啊？小雪，有闺女，闺女啊！爷爷，哎，我没事儿。哎呀，没事儿，还没事儿呢，差一点要了命了。哎呀，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！哎，少国。今天的进程不小啊，照这样下去一年下来就有些元气了。唉，可小雪差点把命搭上。嗨，这是樊三搅的局，再说了，没个惊险劲儿哪来的钱呢？往后啊，咱们长不长的就来这事。哎，班主，班主，哎呀，
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？不是，哎呀，不是，我是说啊，我这不是着急吗？少国说他不干了。不干啊？不干，我就把小雪撵走。我看撵走吧，这太悬了。真要是出了人命，孙家班就完了。哎，你是班主啊？是。药锅子呀，黄小姐，我再给你抓一副去。那好啊，这是药方子，抓去吧。哎，好，写的不错。哎，唐先生，嗯，我到药铺问过了，人家说这不是药方子。啊，当然不是，其实是给你治病的。啊，给我治病？你看啊，这上面一共是十味药。一，心神归一；二，根基如磐；三，纹营四骨；四，哎，等等，这纹营四骨应该咋讲啊？哎，今天小雪的提示被樊三冲了，不是？啊，这上面是叫你练好耳功，把苍蝇的声音当成敲鼓的声音。哎，唐先生，这好像是轻功的口诀呀。黄凤的绝活不就是轻功吗？哦，这么说，我得好好谢谢他呀。哎，啊，别急呀，该谢的时候还在后头呢。戴子铺，您的电话。我在打太极拳的时候，除非是天皇陛下召见我，其余的电话我一律不接。谁的电话？是季司令官。喂？什么？哦，是那个吴桥的杂技班子。好，我看。不过，我希望不要再发生类似上次的事件。白祖父，这黄家班和孙家班有什么区别吗？要说有区别的话，一个是勇霸天下，一个是胆大包天。要说没有区别的话，他们都是被中国人看不起的下九流啊。又去找黄龙了。黄家完了。当初我真是瞎了眼，看错了黄老头子。娘，孙家班来了，下去吧。是。黄家班朴把子和樊三日本人闹翻了，和孙家的梁子也就没了。娘，长满一郎要看孙家班的玩意儿，只要孙家班跟日本人一搭界，这戏就好唱了。来了，先生。
您太急了。嗯，坐吧。哎，马委员，您说吧，我站惯了。是这样啊，长满一郎大佐要看孙家班的玩意儿，可又不想到那个下九流的地方去，你说怎么办？这好办，到斋子里演呗。您俩给我个话，我去。他孙香嘛，不敢不来。不行，嗯，他既不想请到家里，又不愿意抛头露面，给找个名目，到戏园子里去看。这犒劳荒郡怎么样？不行，长满太君不愿意有更多的军界要员参加。嗯，明白吗？谢谢。你不是鬼的出奇，坏的流水吗？哎，就打子九九重阳节，演艺界连演。嗯，好，就这么办吧。坐下。您以副市长的名义请。您了不喝两口了？事情办好了，大奶奶在家里请你。来人呐！来了。我三爷，你有嘛吩咐？陪三爷喝酒。哎呀，谢谢您了。站着喝。倒酒。进九重天戏园子了，又是给副市长演出，这个杨腕赚钱的时机不能错过呀。弄好了呀，这一场就能把娘的箱底先还上。樊三送来的帖子不保准。嗨，那个樊三只是个腿子。兴邦，还是跟唐先生合计合计吧。哎呀，他是个书呆子，班子里有他不多，没他不少。行了，你就少啰嗦吧，离重阳节还有几天了，你叫少国勤快一点，好好练啊。这一炮要是打响了，能红半个天呢，啊！小雪，你不是嫌我不理你吗？我问你，你咋就把那镯子给了娇娇呢？少国哥，先练功好吗？不练了。要是不练手了，我就会死在你的刀下的。我要是不飞着盲镖呢？可你毕竟飞过了。有句俗话说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呀。我说你瞎转悠什么呢？啊，没事，我收收地气。还收地气呢，越收他妈烟瘾越大。小雪，你说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？我只是你的妹妹。不，我要娶你，你回屋桥去叫娇娇来。没有我，谁也当不成你的靶子。我知道你疼我，喜欢我，才不会有闪失的。不对，
我这心里乱极了。我不管将来你娶谁，反正现在我和你在一起，能和你在一起也就行了。我要是留在吴桥，就看不见你了。咱们念叨吧。我现在也看不见你呀，让你蒙住了眼。少国哥，不，你别摘。好，咱就这样待下去。小长啊，能干啊，要大要小，小我大走哑巴啊，哎呦，来呀，哎，硬了啊，嗯，呀呀，我跟来，来再来，看看啊，哎，嗯，哎。嘿嘿，小小哎，好好啊！哎呀，爷们儿，今儿个你点儿背啊，还想把老婆压上吗？啊！哎，压呀！哎，我替荒爷压这个，范三儿，我不领情，黄大爷。范三儿给您赔罪了，慢着！把叶子都留下。大将夏侯惇奉了曹操曹孟德之命，在军中点了10万精兵。第二天清晨，三声炮响过后，夏侯惇带着10万大军就扑向了新野。啊，280块。黄大爷，您点点。刘备的探子们，哼，一看这，我黄龙还输得起。慌了神了，范三，紧急催马。你把我们黄家害得够呛啊！这个探子，哎，公务在身，身不由己呀。哎，只要一惹日本人的性子，那早就开枪了，生生让我给拦住了。哼，我那一假发活啊，皇军就顺坡下驴了。哎，黄老板族的身体可安康啊？不用挂念。我知道，黄大爷心里不舒服。我想呢，把你憋在这心里的怨气给出了。怎么讲？哎，我不想兜圈子，把孙家班回了怎么样？怎么回？黄老爷子卧床不起，黄家班的大梁歪了，眼看孙家班被副市长下了帖子，这以后他可就活了。范三，你照直说。早晨练完武，正在牵着马在城边上遛马，张飞突然间看见远处的探马这么匆忙，他有点疑虑。只要你做，就拽住了人不知鬼不觉，谁能猜到是你黄家班干的？张飞为圆心，你这不是让我干那下三滥干的事吗？要不就一枪打死他，这是光明磊落的事儿。古语怎么说的？无毒不丈夫啊！想想黄大爷，你在孙少国手里栽几个跟头了？好，我干！哎，张飞望着许都方向，忽然间仰天哈哈大笑。要问张将军为何发笑？
且听我下面。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讲一个，我说啊，各位爷们儿，各位爷们儿，今儿个我和那猴子给大伙儿演个新玩意儿，叫猴训爹。啊，有声了，猴儿，哎，都是老套了，这么着，行了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我给各位翻一个，我翻个跟头啊，瞧着啊，哎，您瞧好了，瞧好了，哎，哎，哎呀，哦，哎呀，行了，你那么大岁数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哎呀，哎呀，行了，行了，出去了啊，别跟那儿赖着了啊。怎么这么磨蹭啊？你说小雪是吗？嗯。少国啊，我正想找你呢。来，小雪天天都给你打洗脚水，是吗？我，嗨，这，他不是使唤丫头，是孙家班的弟子，我的搭档。哎，少国，我告诉你。这是最后一次，少国，你是我的女婿啊，这跟老丈人，怎么这么说话呀？哼，那事儿是我奶奶替我做的主，我不会去教教的。什么？哎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这是古今的天道啊。我告诉你，我就去小雪。你，我，这我，哎，哎呦，闺女，你把我放下来吧。不行，哎，爷爷，你的腰扭伤了。小雪呀，啊，待会儿你帮我把脸洗洗好吗？爷爷，你卖什么艺呀？我是想给办的能省点就省点呗。再坚持一会儿。哎呀，明天就是重阳节了，我这心里啊犯毛啊。你是怕砸了？不会的，孙家班啊也该转运了。你是在给我吃宽心丸啊？我想，整台戏就要咱们一个玩意儿，镖刀。我琢磨着，王十三、张大闪这些人，就别去了。还有你爹。爹，十三爷摔伤了，叫您去呢。哎呀，怎么越老越不懂得省事儿了呢？这。行了行了，哎呀，您这是演的哪出啊？小雪啊，少国啊，你们俩先出去，我跟班主有话啊。先去吧。班主啊，明儿个厂子上的事儿啊，您可得留神呐。却让我明
上融化，化作血液里的小溪。小雪呀小全